下辈子吧，这辈子是够呛了。这没有一个富二代与资本，这个没有一个富二代和这个做生意的够呛，永远也无法触及了我。 来吧，蜘蛛！谢谢帅波。 蜘蛛，鹤推。 我咬错了，鹤推，喜欢点，鹤推。 喜欢点，你给我点它呀！哎呀，这家伙起飞降落，咬一口，咬闪现回血。我操！我点的气定神闲，行，可以杀。 起飞降落，嗯，啊中，我咬，拿下，我来想降落到那个金克斯身上呢，咋没上去呢？无敌了，兄弟们。 打吧妞，鹤推，咬，起飞，再见。好，你只要不被勾着就没事儿啊。先把兵吃了吧，来。
个推，起飞，降落，咬，想杀我，想挺多。来吧，那我杀这乌鸦吧。不是，那队友呢？你们二打一让人杀了。啥也不说了，你咋那么牛逼呢？你给我射他！哎，起！这可怎么整？你杀他呀！你怕啥呀？你不满血有大招吗？哎呀，算了，我走。你咋那么牛逼呢？你跟我牛逼啥呀你啊？你跟我牛啥呀？不是你阿木木你好使啊？你好使啊？你俩跟我牛啥呀？怎么那么不怕呢？就。
我吃塔皮能怎么的？你能怎么的？给我个火箭呐！发音书等十层的吧，不急，我们先来个双杀。不是，我觉得那对面那个金克斯啊，比这寒冰玩的好多了。不是你，你干哈呢？你蛮心你不打人，你干哈呢？怎么放个 W 他们跑了呢？哎，差点给我吓死了。不可留寒冰啊！这你不骂他，那算了，骂那倒不至于，只是玩的有点闹心。咱家又不是说劣势多大，你害怕行？我们家还优势，你怕什么玩意儿了？你领先那金克斯一个大件儿，戳他，戳他，戳他！死的有点快呀、啊！哎呀，我操他妈的！我他妈就是杀你杀少了，我一看啊，这金克斯。这么喜欢 A， 来个美甲窃魂卷，永恩无尽了，慌他！好痛啊！差点美甲窃魂卷没了。
是什么节目？我是不是杀你杀少了？喜欢 A。我直接给你咬死！哎呀！啊中！我们在这等一个有缘人。缘分呢？来，闪现，闪不？吓人了！我可走了。打了吧，什么意思？永恩想杀我？别打了，那红 buff 我帮你打。我问问你，是不是杀你杀少了？这回怕了？刚才那劲儿呢？来呀，迅哥！哇，这都没中！我推！你放在泉水里边 A， 嗯。